来，两队互换一下。王牌家族这一轮呢，由耀文来助阵一下。下面进入在线教育品牌高途课堂脑力 PK 时刻。哎呀，这个特别好演，好演不好猜，确实。我看都有谁呀？还有那几块料，行。准备好了吗？挑战开始。你好。姐好。几个字的姐？三个字。给，收回来。绅士。绅士手。厉害了，你们都吃什么长大的？我想知道，这太厉害了。我的第二个本身是想你搂着我，不是你搂着我腰，搂的让我看你的手，哎，那你手攥拳攥起来，哎，这样啊，知道了哈。姐姐好。哎。就这样，跳支舞。对的，是对的。圆舞曲。你看动作。绅士手。他们太厉害了。他能明白吗？他够呛，这个词儿跟你无关。跟我无关。那肯定是跟年轻有关了，你说吧。三个字，青春期。等会儿。叛逆期。哪个期？放拳的要背后给我一拳。黑心拳。我是服务员，门头。这样吧，哥，我帮你重现一下当时。你演他，我演后边，哎。老闺女。老闺女，他妈和他闺女上街吗？完了，哎呀，姑娘哎，就是男孩抱着女孩的时候，一般都，但是呢，他其实都假的，都这样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完了，花花根本就不知道，从来不上网。袖子、手臂、肌肉，猛男。缩水了。你刚说你知道了。三个字，肌无力。对了，肌无力啊！答案是肌无力。好，对了吗？不是，我俩给你演好不好？看手，绅士手。对。不是。为什么这样的就是绅士手了？等于是你一般搂女孩，你就这么搂着，相当于摸人家嘛。那你胳膊还拿上来干啥呀？这样的，为什么要拿上来？我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。怎么讲？不是，那你说为啥拿上来干啥？意思呗。腰也一样，腰更有的时候得扶一把是真的。比如说有些人下台阶的时候下不来。
还是得服。那个一个演员在台上的那种忘我呀，我以为说现在以前都能搂住，现在搂不住了都，所以胳膊没劲儿了，我以为是肌无力呢。那这样既然打平，就两队通通接受惩罚，用自己觉得最有特色的方式在微博上视频拜年，必须是原来没出现过的方式啊，各种新奇特啊。接下来到我们幸运大转盘的时刻了，胜队可以转两次，副队转一次。轮盘停止之后，指向的数字就是宣传片的时长。那这样既然打平，每队两次交替进行，第一次转完获得了对应的秒数之后，你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转第二轮，最后就以第二轮成绩为准。 OK， 好，那挺刺激哦。谁先来？你上吧，哥。相信自己，哥。我穿着裙子，哥。啊，你这上去啊？啊，上去行。不，你有楼梯。这有楼梯，有楼梯，有楼梯。哥，你要不要把风衣怎么样？就穿着。没事，没事，就只要这个活是躺着干的，腾哥就一点毛病没有。哎，对。开始了，腾哥。来来。行吗？晕吗？可以吧。晕吗？还行啊。轻点，轻点，可以了。走走走走。走啊。走啊，哥！走啊！一会儿中午饭出来了。让自然停，让自然停，自然停。哦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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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百，一百，一百！零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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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！一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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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零零零！一百！一百！一百一百，哇哇哇，是零吗？零零，扶起来。哎，赚的是多少啊？零一百，真的是一百啊？真的一百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哇，赢了赢了，我们赢了，哎。王牌家族肯定不赚了，对不对？一百，我们肯定不赚了，肯定不赚了，放弃第二次机会。宝强哥上吧，宝强哥，我先上。宝强有功夫啊，小心他自转啊。我这这么躺就，我这这么躺就不行，完了。这个厉害，厉害的，来来来来，我。我要求这个上来就先加五十分。宝强这么高难度的动作，如果撞个零，我跟你说，真卡脸啊！不可能。好，来，一，一百，五，喂，太厉害了，哥，太厉害了，宝强！哎呀，过程越精彩，我越期待这个结果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一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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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了！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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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！零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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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样零可逗死我了。喜剧天伦要不要转第二次？那接着转呗，可以再转一次。保上保上，我怕我晕呢，也有可能就是个零哦。干嘛你也要下竖叉吗？你来个横叉，小宝，你来个横叉。劈不开呀、啊。我一人转啊，来了啊。零零零零零，一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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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啊，一百一百零啊，零。零零零，烦蛋玩意儿，你烦蛋玩意儿的，差一点点，零零绝对是零。第一轮获得拍
拍摄时间《王牌家族》100秒。喜剧贴团没时间。哎呦我天哪！5秒还嫌短了，把你们狂了，还敢选成传？哎呦！